最好笑的是那个啦，就是讲鬼故事那个。你真的讲鬼故事，他在旁边吗？然后他突然不见，然后又有人来拉我的脚，然后就直接，因为我们上面还有那个电风扇，电风扇在转哦，然后我直接从那个窗那样飞过去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没有弄到电风扇，不然他现在就不在这里。